来看新北市有不少学生囡仔，去年底有第一个社群平台铺文，讲学校禁止因穿家己的外套，有的学生啊惊寒哦，会阁加穿一件衫，学校嘛要求讲袂当看到一件衫的帽啊。有学生囡仔就整理网络平台的意见，向新北市来订情，也毋过后来这学生啊，煞去接到地检署的传票。不过新北市教育局是讲哦，因无对学生啊提过。经济发展局是讲，因是接到检举，所以目前是依照规定来处理。非常的错愕，想说，奇怪，怎么会就是突然发生了这件事？新北教育局无用名字的社群网站，各种学弟妹对学校服装仪容规范的意见，向新北市教育局订情，结果算是得地检署传票，人煞讲起。多多少少有一些可能老师啊也会进来匿名说，不要以为就是你这样做没有什么法律责任啊，有担心会可能会发生这件事，但没有想到或是由新北市政府，那也没有想到或是由公司法这个案由。戴杰钦是去年底用无名字的网站，而且个别中山股份无限公司有学生讲学校禁止学生外口穿武汉的外套，限制发行才进行，所以班主启动后回证资料，向新北市教育局订情，结果半年了后收到新北地检署传票，用这个网站违反公司法为理由，和新北市府来协商。学生组长。这个网站的号名灵感是来自流行乐团的专辑名字，并无盈利。检方也以不实上无股份无限公司，公司将类似理由做出无起诉处分。竟然会因为这样子就认为说，它不符合公司法，然后要把它移送。所以我们也担心说，那是不是未来如果有学生他用这样的粉专来做这样的澄清，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状况，或是不是会有一个寒蝉效应？新北教育局回应，去年底接到学生订情，马上督导学校改善，报警提告。警方就是接到检举，照规定行送，按过加这个进程，还未做出详细回应。记者综合报道。